是啊，来捉你。穷途末路，尚有一饮入喉，如何？但江南的风和春倒是甘醇，不如你我同往。不去，他给我惹麻烦。放心。 我只怕他们不敢来。抓住他！夺下镇关诀！江夜，你弑父夺日，人人得而诛之！看来这玉佩里的秘密一定有趣，别问，快走！追上去，不能让他带走镇关诀！ 别跑！追！是，他们跟着！是，别让他们跑了！天下孤独之人，还有什么不敢说？哼，不如你，还敢将我留江南？那又如何？岂是劲敌？痛快！ 哈哈！哈，还用上了飞火？师叔，弟子小心！走！走！ 这下有趣了，老规矩。
我是皇。 你何时才肯让我去江湖上看看呀？你想入江湖？是啊，来往清河的客商和我说了好多事儿，都可好玩了。有河东八郡，燕北旧盟，可好多新门派。听说还有人学尽各派武功，成了武林路中鼎鼎有名的江湖豪侠。 你也想猪派进学？嗯，我勤学苦练，一定也能做到。到时候我要和江叔一起，像客商口中的侠客们那样，江湖同游。吴婷。
起来，我是说好一起去江边辞吗？怎么睡着了呀？周红线，你是不是打我了？哼，谁想打你了？我叫了你好久，好大声，你都不醒。不好，那个黑衣人呢？啊，什么黑衣人？是什么江湖高手吗？哎，在哪里？在哪里啊？没什么。哎，说好的一起闯荡江湖。 你不会瞒着我什么吧？快点说，不然我不理你了。知道知道，你不是还要去将军祠找广胡子买东西吗？还不快去！哎呀，差点忘记了，都怪你。我们快点走。广叔说好今天给他新花粉的。哎，你先去等我一下，我还要去小屋里看看。哎，那你快点来哦。那黑衣人会不会留下什么线索？去屋子里找找看。 这标记是……哇，这是什么暗号码？是不是哪个大侠要在这里接头？我们是不是要见到大侠啦？那黑衣人抢走了江叔留给我的玉，或许那人和江叔有关。老大，你找什么？我帮你找。好多回，这是。 枪，老大，这里有一柄枪，真枪。小心些，连他都被翻出来了呀！又重又利。 你别玩这个！我会很小心的，去摸一下，摸一下。哎，老大，老大，我要不理你了。竟然还有个暗格，以前我都没发现，是给江叔的信。 是一个姓魏的姓，但我没听江叔提过这个人呢，先收起来，说不定和江叔的去向有关。这个灵位似乎被人动过，没有更多的线索。那黑衣人只是抢走了玉佩，却没有伤害我，又留下个刻文，难道和江叔有关？ 哎，猜不出来，还是回去问问韩姨好了。叫我干嘛呀？我还在生气呢。走吧，没什么大事，我们回家。啊，好不容易偷跑出来。
怎么这么快回去啊？你是不是想骗我，然后一个人去找那个黑衣大侠？哪有什么黑衣人，是我刚才睡迷糊了，我怎么会骗你呢？你就是骗我，你出来之前还说陪我去将军祠等广叔的新画本呢，现在什么都没有，没有大侠，也没有画本。哼，早知道我就自己出来，才不帮你骗韩姨呢。这样吧，反正回去也要过将军祠，我送你去那儿等到商队，保证你第一个买到新画本，怎么样？啊，真的吗？我们现在就走，马上就走。红贤最喜欢老大了。那个黑衣人是不是个大侠呀？我就说清河来了好多人，这次肯定能找到大侠的。怎么过去呢？哎，我有主意了，老大你先过去。挺厉害的嘛。那当然了。这个怪怪的呱呱还在这里。又漂亮又奇怪。肯定是天机财宝，画本里都这么写。小鸟呀，老大，我们带着回去怎么样？这会儿不急着你的画本子了？嘿嘿嘿。什么东西？老大，老大，你看那边。加装的弓梢，增大的箭支的准头还欠缺判据，需要再一一进行验证。验证过了，差点一箭双雕，射人脑门上。一箭双雕。抱歉抱歉，没伤到你们吧？那你是什么人？干嘛跑来我们清河射鸟？在下冯继生，乃是文经馆的弟子，奉师命来这清河办事。偶然见这飞鸟众多，便想着试试我新做的工具，谁曾想文清馆，哇，好像是很有名的大门派。你就是传说中的江湖大侠吗？大侠大侠，最近好多江湖人都来清河了，你们是来做什么的呀？是不是这里有宝藏，还是武林秘籍？这文清馆虽为江湖名门，但在下武艺微末，实在当不起侠客之名，恐怕辜负姑娘期待了。原来你不是大侠呀。是大侠怎么会连箭都射不准？算了，也没伤到呢，我们走吧。往后研究工具还要更小心些。等等，师父说过君子无错，是因为君子能够弥补自己的过失。冯某这里正有一本射术心得，勉强算得上秘籍，愿赠与二位，给二位赔个不是。射术心得，说来惭愧，此书是我多年研究心血，从如何提升眼力，到根据鸟语判定风势，皆有记录。你看这第三章，探讨了用食指二指节当括约弦，其用力的大小对射中目标的影响。听得晕晕乎乎的。等等，老大，他刚才
说这是秘籍是吧？是秘籍，老大快收下。你花了这么多心血写就的秘籍就这样送予我们，这赔礼也太贵重了。少侠此言差矣，多一个人学会射术，我的研究便能流传更广，这本就是我的心愿。你可先看看有什么难懂之处，冯某定全力解答。老大，冯大哥，冯大哥，这秘籍有名字吗？当然有，此法名为庭渊止水，通本学完便可定风止水，搜寻猎物的破绽。好厉害的功夫，待我学会了可要找冯大哥你讨教讨教。随时恭候，正好我的研究还缺几处需要验证。那便一言为定。老大，往那边瞄准。我看老大很能干嘛，冯大哥都不一定能赢过你呢。老大你真厉害，少侠天资聪颖，看来我这工具的研。冯大哥，止水的要领我已经领会的差不多了。太好了，止水还是第一次授予他人啊，可否与我一同射击那悬崖边的鸟儿，助我以观时效？好呀，我正想试试。少侠可准备好了？这些鸟儿行动非常灵活，老大你可要加把劲儿啊！少侠，咱们可得瞄准了。少侠可是乏力了，要不我们先歇会儿。要不是周女侠的督促，说不定就要输掉了。那是，冯大哥，你说是吗？二位齐心戮力，确实让冯某是。与少侠试这一场，我对工具研究的感悟又多了几分。也多亏冯大哥，我这射术也提升了不少。明明是我亏欠在先，反而又得了益处。其实，我听闻来清河的江湖人中，不乏穷凶极恶之辈，就连死人刀也……哦，我知道了，其他大侠来清河是为了抓这个恶人，要替天行道。总之，那个恶人突然南下清河，必有大案要做。死在他刀下的人不知几何，姑娘万不可轻信陌生人呢。哦，他又不是大侠，我又不找他。大侠都在哪儿呢？死人刀。我遇见那黑衣人会与他有关吗？此事错综复杂，你我也只能多加小心。哎，是广胡子他们，我的画本，我来啦。喂，你小心点儿。我要第一个买到画本。天涯咫尺，天涯咫尺。
三天了，你是第一个与我搭讪的人，这东西就给了你吧。怎样，这三天我换了多少路人，只有你位置停住，此物归你就是天意啊。果真是好物，只是这位兄台怎么称呼？哎，天涯相逢何必相识。我还有一物更是了得，只是太过珍重，需得花点心思，不知你有没有兴趣。真的给我钱？哇，少侠真乃清河第一纯善之人，有上古之风啊。这宝贝乃是奇术，听风辨位，来试试看，若能打下路来，你我一边吃肉一边翻阅我的好书更是惬意。腹中空空似火烧，五谷不见半枯焦。哎呦呦，我的肉呢？你拿到我要的肉了吗？劳心者劳力者，都不过为这一口肉啊。那就是这本武林录，此物价值千金，还望珍之重之，以后再与我同道中人，可记咫尺天涯，天涯咫尺。流年已老，救救我呀！别怕，我来帮你拔出来。得救了，得救了！哎呀，我那蠢东西可就得害惨了。
管他是谁的马，骑走再说。切，没颜色的东西，挡什么道？大路朝天，你管我走哪边？你，哎，别多生枝节。啊，对不住了，这位少侠，我们是有要事在身，还请见谅。妈的，追到现在连个影子都没见到，你还有闲心跟个路人磨叽？哎，岳莫是走差了。我们脚程快，现在就转头追，必不会给内斯逃了。还不麻溜点滚！告辞。来的容易，走怕是难了。人可以滚，马给我留下，见谅。哎，是少东家来了。都围在这儿做什么呢？哦，对了，有人见着红线了吗？岂止是见着了，他还给你领了个活儿。就那边那个跑商的，摆了个擂台，说是有江湖人的玩意儿当彩头。红线一听不得了，立马把钱都给你交了。哎，你快去试试啊，得把本钱赢回来啊。少东家是最厉害的，少东家敢吃蛇吃蛙吃老虎。少东家是最厉害的，少东家还敢抓鸡抓猫抓大鹅。也不是都很敢。各位父老听我言，发财的机会在眼前，老金出来贵宝地，捐出宝物扬名气，今日摆下英雄牌，不是英雄你莫来，莫犹豫莫徘徊，犹豫徘徊又白来。现今这擂台过了半，最大的彩头往前看，你心动你想用，你就得和方旭碰。神刀猛方旭，硬气功霸道非凡，刀法锋快，断金碎石不在话下。大家踊跃参加，赛后有抢跑会，都是新玩意儿，价高者得。特价木罐子，买一斤送半斤啊，数量不多，送。98，九十。怎么不打招呼就过我人呢？啊，不好意思打扰了，请问扰都扰了，那就打了。哼，我天拳神刀猛方旭，从不打手无寸铁之。那谁，握好你的兵器，来挨打。当日我入天泉门下，挨了我未来师弟的毒，没过几年我就把他打成猪的叫骨折。功夫都是挨揍揍出来的，哥哥今儿就好好教你这个道理。干他娘！没在场，你还给我嘴巴！
好疼好疼、哎、奇怪了，刚刚我怎么那么大的气，不应当不应当。你这是想求什么啊？磕了这么多个响头，叩首千遍，神仙大侠，你终于肯教我武功了吗？你冷静一点啊，大兄弟。书上明明说叩首千遍，怎么没有？我这几年虽未出门，但从小就生活在这附近，从未听过这儿有什么。该死的天涯客，那本假书居然敢骗我那么多钱！少东家赢了，你快去找那卖货的拿彩头，我看那抢宝库快卖完了，万一他溜了，这擂台你可白搭。后事赶紧啊，晚了省得那外地人赖你东西。今日这最后一件宝贝不是一件，是一套，有心闯荡江湖的诸位可千万别错过，江湖行走，各项所需全部依次配齐。我要。好，这位小女侠是个慧眼识货的。还有人想要吗？一次买卖全部到位，有此良友，江湖不愁。此宝即为侠客行之良友套，一口价500文。我五百，我要。你有500文了，你就要。老大，我没有，但是老大你有，快抢宝啊，输了他就不卖了。哎，不买不摸，不要不说，良友套一次，良友套两。哟，我的祖奶奶呀，这么好的价啊！哎，给我给我呀，江湖人谁不想要啊？啊，哎呀，早说呀，之前我凑一套花了几千文呐。哎呀，谁凑过这家，此生后悔呀。哎，这几个人谁啊？哎，他们和那个老金一伙的，昨天也来了。嘘，别管闲事儿，你先等会儿，我刚赢了那个天权神刀，说好的彩头呢？原来是本届擂主啊，不愧是英雄少年。彩头在此，是老金在某处洞天中发掘所得。今日抢宝也是最后一件了，这位小女侠兴致很高，不如我削个价，就当大家交个朋友。那是多少钱？都最后一件了，急什么？我看看。哎，这都什么呀？奸商！故事东挪西凑的画本，土鸡蛋充作真兽蛋，还真兽，这是武侠还是神话呀？
开封十六巷买地满九门票，满五万贯减十文。开封的屋子普通百姓买得起吗？买得起的谁稀罕你十文钱？出个破烂当彩头，趁机卖这些东西骗小孩骗新手。老金是吧？你不厚道。嗯？什么骗小孩？没骗没骗。其实老金我年轻时也有江湖梦，看你们行事稳健，老金是打心眼里高兴自豪。这样套盒连着彩头一起送了，不过这手套虽然破旧，但内里乾坤绝不会少，就看谁是这天命之人了。我看什么乾坤也没你肚子里的多，这擂台我赢都赢了，就别装大方了，还不拿来。居然真是莫山道的东西，你要亏了呀老金。溜得真快，欢迎下次再来清河送宝。开心了？开心，真的好多东西啊，我可以当大侠了。可是老大没有，我们一起分。这个路牌给老大，这个给我，这个好要给老大，这个给红线。哇，这个看上去好值钱啊，也给老大。可以了可以了，红线你自己留着吧。我也有的，你看我有大侠传。喏，这个大侠叫一刀，他手里有一柄刀。哈哈，我也有刀。还有他还有秘籍，我们也有秘籍。还有当大侠一刀，还有大马。有马。这小红线又等不及我们到神仙渡。广胡子，好了别耽误人家做生意，想要的都买到了吧，可以回家了。别的呢？也可以不买吧。你还想要别的什么呀？没买就去买，怎么又也可以不买了？因为荷包都给那个坏蛤蟆吃光了，小钱钱没有了，就回家吧，也可以不买了。坏蛤蟆？所以钱在老金那儿花完了是吗？啊，没钱了呀，没钱我们就回家。小红线还想要什么？新画本？买，广叔给你出钱，这点小钱你广叔还是有的。好耶，谢谢广叔。广叔今年肯定财源广进，恭喜发财，财运亨通，发大财。我一定要爹给你收最好的酒。哎，广胡子，你别老这么惯他。你不想要，那你先回去嘛。清河来了这么多人，肯定有好多宝贝，我要是找到武功秘籍，会非常大方的借你看的。放心，红线在这儿，我们商队的人都帮忙看着呢，不会丢的，你自己去玩吧。好吧，那你回去的时候要跟我说一声哦。你要回神仙渡了吗？那你记得和我爹说一声，我和广叔一起回啊。少东家，你真是偷溜出来的。安娘子还把你看得那么严。没，都好几年没离开神仙渡了，再不出来换口气快闷死我了。不过别跟我韩姨说，不然她肯定要发飙，也不知道我在担心些什么。哎呀，三年前江大侠一去不回，韩娘子是担心你也有什么事儿，你别怪她。江湖离咱们还是太远了，今年也一样没打听到江大侠的消息。
得不住了啊。你随便逛逛，我去看看货。行好，少东家，少东家，少东家，你，哎，少东家，你回来了，前面好像来了个斗引的，可热闹了。少东家，要不也去看看？少东家。少东家好，少东家，少东家，俺的手艺好哟！哎呦，往右边一点，哎，对，对了，就放在那儿。周叔这么早就搭棚呢？今年最先月来的人太多，现在赶快把棚搭上，省得日头上来人挤人。哎，说起来，红线呢，他又拉着你跑出去了。瞒不过周叔，是广胡子的商队，他们等会儿一起回来。哦，今年又是广胡子来啊？红线在他那儿买了什么？没有没有，我们就是偶然路过，就看看。哎，老是往外跑，找什么大侠，连饭都不回家吃。我是管不了他了，韩娘子刚刚还在找你，一小心又要被罚跪，赶紧回吧。今年醉仙月可真热闹，叫还是没回来吗？哼，没有。什么离人罪，天下三百。这you
们梨花树下在烧什么？都冒烟了，我得赶紧把火灭了，可别把周围都烧起来。住脚！哪里来的小贼，在对我的菜做什么？嗨！啊，我的菜怎么都黑乎乎的了？马上夸最先同乐嘞！老板娘，我酒没了。老板娘，我的菜呢？好了没？叫什么老板娘？叫老板。催催催，不知道自己去厨房端呢。哟，今年的醉仙月才开始，老板就这么大火气？是你家小子又惹你生气了吧？哎，说谁谁到。哟，这是哪儿来的风，把我们家贵客吹回来了？韩姨，先消消气，生气长皱纹的。哎呀，都是我的错，不该晚归，但我真不是故意的。我在浪叔的小屋那里被一个黑贼偷袭，我……黑贼？你有受伤吗？没受伤，只是那人武功厉害，我玉佩被抢走了。那人剑法刚猛迅捷，变幻百端，简直如狂风过境，把一片竹林都给带倒了。哎呀，要是我能去江湖拜师学艺，肯定能打赢他。江湖江湖，一天到晚就知道江湖，念叨十几年了，你是想烦死我啊？韩姨，为什么不让我去江湖？浪叔音信全无，难道你就不担心？抢走玉佩的人，也许和浪叔有关。哦，他还留下一个标记在小屋上，就像燃烧的龙纹。那又怎样？总之，你绝不能离开神仙渡。最近肚里生人多，少给我惹事。哎，老板，给上上酒啊！啊，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把酒给那几桌上了！要说离人醉啊，还是不现仙的好。今年醉仙月，我要在这儿从月初喝到月末不可，能待一天是一天。今年路上更不太平了，来回都提心吊胆呢。哼，你个走南路的，就别不知足了。你往北边去烟云啊，钱财两空是小，性命都堪忧。这位是走北路的，你可知那烟云却是怎生情景？哎呀，契丹的残暴各位都早已知闻，那也不用多说了。两年前先帝那声势浩大的北伐，我在黄河边曾见那兵马强壮，气势汹涌，心潮澎湃，谁曾想最后主将身故，余下的都是无能之徒。幸亏燕北盟还没丢了王清大侠的骨气，死战到底，不然我们哪有什么活路。
北伐？北伐？两年前，燕南人单石胡枪前往战场，结果几十年了，这个朝来那个官，来来回回的打仗啊，燕南都要被抽干了。燕云，好久没见去燕云的兵，好久没走回燕云的路了。哎，只要我们同心同力，不忘前世，自会有收归之日。别的不说，江湖上的豪侠好汉怎么不比那些契丹贼子强？哼，江湖人，江湖人要是个个能靠得住，当年王清怎么会倒在中都桥？等我说是，行，不提。哎呀，16年了，连白骨都化没了，还有什么人气？不错，正如官府中中间混杂，江湖中也有恶徒。你不走北路行商，难道只是因为南边富裕？哼，边塞这10几年，前有12煞，后有死人刀，哪个还敢走这路上？哎，死人刀是什么？哎，那死人刀是个人，据说刀法独步天下，有劈山裂地之功啊！不是夸张，是真事儿。10几年前，边塞还是12煞当道为霸。有一晚，边关外的山上有一侧突然土石崩动，似有山裂。第二日清晨，正要去查看，却发现城墙上挂着个湿哒哒的包裹，那眼角高不可攀，军师内夜巡逻也未断，竟没人发现是何人所为。后来大家用竹竿子挑了下来，解开一看，竟然是个人头。唉，不知是谁命丧刀下，连头颅都被人砍了去。唉，再后来找到了对应的尸体，就在那山上地洞之处，想来是两人动武才有那般动静。这是那死人刀所为？你们怎么知道？不是说没人瞧见他去挂头颅吗？哼，他做下那等恶行，巴不得全天下都知道。那首级是燕北盟的白大侠，白大侠前来边关，是与除去塞外12煞，好像燕北盟能继续北伐大业。江湖上本不知道谁人所为，然而在白大侠头七的晚上，12煞大摇大摆的现身，还毁掉了棺椁，让白大侠连个全尸都烧不着。临走扬言，死人刀是他们新加入的第13个兄弟，真是蛇鼠一窝，丧尽天良。这死人刀我们也听说过，不过12煞倒是没什么名气。他们原是一伙的吗？嗨，12煞都是老黄历，死人刀因此12煞不那死人刀这呀。少东家，厢房的客人到了，你去帮忙招待一下啊。卷言一杯酒，凄怆起离忧。这就是离人醉吗？客人懂行，饮下咱们神仙度的离人醉，能让你想起此生最为牵挂之人。好，最牵挂的人，那你说说，恨也算牵挂吗？这，哎，牵挂就是在意的吧？那这样想，也就是爱恨吧。有意思。这么好的酒，要是来年喝不到了，真是可惜呢。客官要是喜欢，明年梨花开时再来便是。好，仔细瞧。长得真俏，就是不知道这挺翘的鼻子有没有闻到江湖人的味道呢？
是个臭男人的味道啊。愣着干什么呢？这个时辰了，酒器还没送来，还不快去瓷窑问问？好。